去伦敦又去 Bolo Market 啊？其实想食好嘢，仲有好多选择。呢两年咧，伦敦就开好多 food hall 同 food market。今次要介绍大家嘅呢个咧，就系4月先新开嘅，跟我过嚟啦。呢个市集系集餐厅、复古手作小店于一身，喺当地好受欢迎噶。每个礼拜六日就更加逼满人，除咗因为位置够方便，场地布置亦都好靓，好有艺术感。最抢眼就系酒吧上面嘅地铁装置，仲揾咗当地艺术家合作设计添。不过讲到最重要咧，都系啲嘢食够好味又够高质。场内咧唔少 food store 都系啲出名嘅餐厅嚟嘅，好似呢间 Baba G's 咁咧，佢英国嘅电视节目攞过冠军添噶。主打带有印度口味嘅汉堡包。仲有呢间都系我哋嘅真心推介。呢度嘅牛咧系用咗本地牛再用炭火烧噶。你睇下佢可以见到系 medium rare， 入口融化，好味嘅。我试埋呢个牛肉三文治先，佢洋葱汁好香啊！同埋個發包咧，係外脆內軟咁，咩啊？或者可以試試呢位西班牙靚仔整嘅家鄉街頭小食。亦都可以試下呢度嘅 pizza。呢個酸種薄餅咧，佢個口感咧都幾鬆化嘅，我覺得。然之後咧，上面都好多芝士，會有拉絲嗰種效果啦。不過咧，我覺得佢就唔算太流，因為佢上面咧會有好多蔬菜喺度，食落去都幾 fresh 咯。而主餐廳開得最早，提供早午晚三餐，同時亦有室內位置，唔想曬太陽都得。食完仲可以行埋入面嘅复古市集，大部分都系独立手作小店、复古衫同埋杂物店等等。市集入面仲有啲打卡影相位，可以喺市集坐住食，叫杯酒慢慢超翻下。